六元政绩大论篇第七十一，皇帝问曰：“六化六变，胜负淫志，甘苦辛咸，酸淡先后，予知之矣。夫五运之化，或从天气，或逆天气；或从天气而逆地气，或从地气而逆天气；或相得，或不相得，余未能明其事。欲通天之际，从地之理，合其运，调其化，使上下合德，无相夺伦，天地升降，不失其意。五运宣行，物乖其正，调之五味，从逆奈何？”岐伯起手再拜，对曰：“赵乎在问也。此天地之纲纪，变化之渊源，非圣帝庶能穷其治理矣。臣虽不敏，请臣其道，令终不灭，久而不易。”帝曰：“愿夫子推而次之，从其类序，分其不主，别其宗师，照其气数，明其正化，可得闻乎？”岐伯曰：“先历其年，以明其气，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，寒暑燥湿风火淋浴之化，则天道可见，民气可调，阴阳卷舒，今而无祸。数之可数者，请遂言之。”帝曰：“太阳之正奈何？”岐伯曰：“辰戌之纪也。太阳、太角、太阴，任辰、任戌，其运风，其化明序起差，其变辰拉催拔，其病悬吊木明。太角出正，少征、太公、太商、少商、太与中。太阳、太征、太阴、戊辰、戊戌同正征，其运热，其化宣暑郁傲，其变炎热沸腾，其病热郁。太征、少宫、太商、少羽、少角出，太阳、太宫、太阴、甲辰、岁会同天府，甲戌岁会同天府，其运阴雨，其化柔润重泽，其变震惊飘骤，其病湿下重。凡此太阳司天之正，气化运行先天，天气肃，地气静，寒林太虚，阳气不令，水土合德，上应辰星震星，其骨悬禽，其正肃，其令徐，寒正大举，则无阳焰，则火发待时，少阳终至，时雨乃牙，止疾雨散，还于太阴，云朝北极，湿化乃布，则流万物，寒敷于上，雷动于下，寒湿之气持于气交，民病寒湿，发肌肉萎，足尾不收，落下血溢，出之气，地气迁，气乃大温，草乃早荣，民乃立，温病乃作，身热头痛呕吐，肌凑疮痒，二之气，大凉反至，民乃惨，草乃愈寒，火气遂溢，民病气郁中满，寒乃始。三之气，天正布，寒气行，雨乃降，民病寒，反热中，拥举住下，心热旧闷，不治者死。四之气，风湿交争，风化为雨，乃长乃化乃成，民病大热少气，肌肉萎，足萎，住下赤白。五之气，阳复化，草乃长，乃化乃成，民乃舒。中之气，地气正，湿令行，阴营太虚，哀昏交野，民乃凄惨，寒风已至，反者运乃死，故遂一苦一燥之温之，必折其郁气，先滋其化源，益其运气，服其不胜，无使暴过而生其疾，食碎骨以全其真，必虚血以安其正，视气同意，多少治之。同寒湿者燥热化，一寒湿者燥湿化，故同者多之，一者少之，用寒远寒，用凉远凉，用温远温，用热远热，时亦同法，有价者反常，反是者病，所谓时也。帝曰：“善。阳明之正奈何？”岐伯曰：“卯酉之纪也。凡此阳明司天之正，气化运行后天，
天气急，地气明，阳专其令，炎暑大行，物燥以坚，纯风乃至，风燥恒运，流于气交，多阳少阴，云趋雨腐，湿化乃敷，燥积而泽，其骨白丹，见骨命太者，其号白甲平羽，金火合德，上应太白荧惑，其正切，其令暴，蛰虫乃见，流水不冰，民病咳易散，寒热发暴，振立龙臂，请先而进，毛虫乃死，热后而暴，疥虫乃殃，其发燥，胜负之作，扰而大乱，清热之气迟于气交，出之气地气迁，阴始凝，气始肃，水乃冰，寒与化，其病中热胀，面目浮肿，善眠夯扭，涕欠呕，小便黄赤，肾则淋，二之气阳乃布，民乃舒，物乃生荣，利大志，民善暴死，三之气天正布，凉乃行，燥热交合，燥积而泽，民病寒热，四之气寒与降，病暴曝，振立战旺，少气一干隐隐，极为心痛，臃肿疮痒，虐寒之极，骨为血便，五之气春令反行，草木乃荣，民气和，中之气阳气布，喉反温，蛰虫来见，流水不冰，民乃康平，其病温，故时岁谷以安其气，时间谷以去其邪，岁易以咸，以苦以辛，汗之清之散之，安其运气，无始受邪，折其郁气，滋化其源，以寒热轻重少多其志，同热者多天化，同清者多地化，用凉远凉，用热远热，用寒远寒，用温远温，时亦同法，有甲者反之，此其道也，反噬者乱天地之精，扰阴阳之际也。帝曰：善。少阳之正奈何？岐伯曰：阴山之际是也。凡此少阳四天之正，气化运行先天，天气正，地气扰，风乃暴举，木烟沙飞，炎火乃流，阴行阳化，雨乃时应，火木同德，上应荧惑，岁星，其骨丹仓，其正炎，其令扰，故风热参物，云雾沸腾，太阴横流，寒乃时至，凉雨并起，民病寒中，外发疮痒，内为泄满，故圣人欲之，和而不争，往复之作，民病寒热虐泄，龙鸣呕吐，上浮肿色变，出之气地气迁，风盛乃摇，寒乃去，喉乃大温，草木早荣，寒来不杀，温病乃起，其病气浮于上，血溢目赤，可逆头痛，血崩血满，腐臭中疮，二之气火反郁，白埃四起，云趋雨腐，风不胜湿，雨乃灵，民乃康，其病热郁于上，可逆呕吐，疮发于中，胸臆不利，头痛身热，昏聩脓疮，三之气天正布，炎暑至，少阳临上，雨乃牙，民病热中龙鸣，血溢脓疮，可呕哼扭，可涕欠，喉痹目赤，善暴死，四之气凉乃至，炎暑兼化，白露降，民气和平，其病满身重，五之气阳乃去，寒乃来，雨乃降，气门乃闭，纲目早凋，民必寒邪，君子周密，中之气地气正，风乃至，万物反生，物露以行，其病关闭不尽，心痛，阳气不藏而咳，益其运气，暂所不胜，必折其郁气，先取化源，暴过不生，可及不起，故岁易咸易，心易酸，肾之泄之，则之发之，关气寒温以调其过，同风热者多寒化，异风热者少寒化，用热远热，用温远温，用寒远寒，用凉远凉，时亦同法，此其道也，有甲者反之，反之者必之皆也。帝曰：善。
太阴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丑未之际也。凡此太阴四天之政，气化运行后天，阴专其正，阳气退避，大风时起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原野昏露，悲哀四起，云悲南极，寒雨数至，物成雨差下，民病寒湿腐满，身趁愤，浮肿脾逆，寒厥居疾，湿寒合得，黄黑哀昏，流行气交，上应震星辰星，其正素，其令济，其骨清玄，故阴凝于上，寒积于下，寒水盛火，则为冰雹，阳光不至，杀气乃行。故有余一高，不及一下；有余一晚，不及一早。土之利，气之化也，民气一从之，兼骨命其态也。初之气，地气迁，寒乃去，春气正，风乃来，生布万物以荣，民气调舒，风湿相搏，雨乃后，民病血溢，经络拘强，关节不利，身重筋萎。二之气，大火正，物成化，民乃和，其病温力大行，远近弦弱，湿蒸相搏，雨乃时降。三之气，天正不，湿气降，地气腾，雨乃时降，寒乃随之。感于寒湿，则民病身重浮肿，胸腹闷。四之气，胃火淋，入蒸化，地气腾，天气匹革，寒风小木，蒸热相搏，草木凝噎，湿化不留，则白露阴部，已成秋令，民病凑里热，血暴溢虐，心腹满热如胀，甚则浮肿。五之气，惨令已行，寒露下，霜乃早降，草木黄落，寒气集体，君子周密，民病疲凑。中之气，寒大举，湿大化，霜乃积，阴可凝，水坚冰，阳光不至，感于寒，则病人关节禁锢，腰椎痛。寒湿迟于气交而为急也，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，益其碎气，无使邪盛。食碎骨以全其真，食坚骨以保其精，故碎意以苦燥之温之，甚者发之泄之，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，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，必暂气养火，令愈甚寒，从气一同，少多其志也。同寒者以热化，同湿者以燥化，一者少之，同者多之。用凉远凉，用寒远寒，用温远温，用热远热，时亦同法。假者反之，此其道也。反是者病也。帝曰：善。少阴之政奈何？岐伯曰：子午之际也。凡此少阴四天之政，气化运行四天，地气肃，天气明，寒交暑，热加燥，云池雨府湿化乃兴，湿雨乃降，金火合得，上应荧惑，太白，其正明，其令切，其骨丹白，水火寒热迟于气交而为病时也。热病生于上，清病生于下，寒热凌犯而征于中，民病咳喘，血溢血泄，夯涕，目赤刺痒，寒厥入胃，心痛，腰痛腹大，一肝肿胀。出之气，地气迁，暑将去，寒乃始，蛰伏藏，水乃冰，霜复降，风乃烈，阳气郁，民反周密，关节禁锢，腰椎痛，炎暑将起，中外疮痒。二之气，阳气布，风乃行，春气已正，万物应荣，寒气时至，民乃和，其病临，目明目赤，气郁于上而热。三之气，天正不，大火行，熟类翻掀，寒气时至，民病气绝，心痛，寒热更作，咳喘目赤。四之气，入暑至，大雨时行，寒热互至，民病寒热易干，黄疸横扭引发。五之气，胃火淋，暑反至，阳乃化，万物乃生，乃长，乃荣，民乃康，其病温。中之气，燥令行，余火内格，
肿于上，咳喘，甚则血溢，寒气数举，则双目翳，病生皮凑，内舍于邪。下连少府而作寒中，地将翳也，必益其运气，滋其岁盛，折其愈发，先取化源，无始暴过而生其病也。时岁谷以全真气，时间谷以辟虚邪，岁亦咸以软之，而调其上，甚则以苦发之，以酸收之，而安其下，甚则以苦泻之。是气同翳而多少之，同天气者以寒清化，同地气者以温热化。用热远热，用凉远凉，用温远温，用寒远寒，时亦同法。有假则反，此其道矣。反是者，必作矣。帝曰：善。厥阴之症奈何？岐伯曰：四害之纪也。凡此厥阴四天之症，气化运行后天，诸同正岁，气化运行同天，天气扰，地气正，风生高远，炎热从之，云趋于府，始化乃行，风火同德，上应岁星荧惑，其正挠，其令肃，其谷苍丹，见谷炎态者，其毫闻角频语，风燥火热，胜负耕作，蛰虫来借，流水不冰，热病行于下，风病行于上，风燥胜负行于中，出之气，寒始肃，杀气方至，民病寒于右之下，二之气寒不去，滑雪水冰，杀气湿化，霜乃降，明草上焦，寒雨数至，阳复化，民病热于中，三之气天正不，风乃始举，民病气出，耳鸣掉眩，四之气露暑湿热相搏，蒸于左之上，民病黄疸而为浮肿，五之气燥湿更盛，沉阴乃布，寒气集体，风雨乃行。中之气胃火司令，阳乃大化，蛰虫出泄，流水不冰，地气大发，草乃生，人乃疏。其病温利，必蛰其郁气，滋化其源，暂其运气，无始邪盛。遂亦以心调上，以弦调下，胃火之气无往犯之，用温远温，用热远热，用凉远凉，用寒远寒，时亦同法，有假反常，此其道矣。反是者病。